那有些电池拆卸呢？有一些电池拆卸是用这种，像是有些电池拆卸是就轻松的把它拉起来就可以，但有一些电池的拆除像乐高一样轻松拨一下就可以把它拔起来，但有一些电池像我手上这一款，那但有一些电池就需要有焊接的技能了，但有一些电池就需要有焊接的技能，像我手上目前这一款就需要来焊接我们的正负极上去。